下一个，你是来应聘哪一科的呀？哪一科都行。你是学哪一科的呀？我是学会计的。哎呀，我们这是应聘医生，不是应聘会计。再说眼下经济效益不好，我们这儿会计的没事做。有没有事做我倒不计较，只要有工资就行。你倒好说话。下一个。你是学什么的呀？外科。哦，外科。哦，那我问问你，如果一个人的额头上被蜜蜂蛰个包，你应该怎么治？哦，这简单，往患处涂点消毒液就可以了。一点创投意识都没有。要像你这么治，那我们几十万奖金都泡汤了。下一个，你是学哪一科的呀？外科。哦，外科。嗯，好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一个人的额头上被蜜蜂蛰个包，你该怎么治？被蜜蜂蛰个包，对。这可是不得了的大病啊！至少要住院观察一星期，然后还要分别检查血液、尿液、心电图、脑电图、X 光、核磁共振。好，太好了！哎，欢迎你到我院来工作。好，真的。